只有给自己十秒的时间。哇！加油加油！下，来了，计时开始，快快快快快！时间十秒，你要不要看看后面是几秒？十秒，哇！有没有看到？加油，加油！制作单位有没有用心就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人家做的这么用心，你有没有在看？你要看嘛？要看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乔乔队介绍一下你们的成员。今天参与疯狂抢抢棍的来宾有：小乔队有团丽娟、思密、于祥玄、小龙女；演员队有秦伟、吴凯欣、小鬼、杰颖。而首先要过的第一关为劲爆气球，本关卡才五战三胜制，两队必须各派选手穿越昆虫并抓破五颗气球，时间最快者该队即得一分。到底在这个关卡中谁会拔得头筹呢？精彩的疯狂抢抢棍正式开战。现在先看看演员队派出来是秦伟先生，巧巧队派出来是风犬，请准备 Tony。代表宪哥，你哪搞位？我们队长示范一下，因为真的很快。谢啦，你先啦，立刻开始，预备，喂，加油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29秒，我们加油！对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不错不错。来，下一位，请准备。完蛋，完蛋！帅哥，你可以的。我尽量的，好，我干杯，随意。而且准备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我们这一关呢，是由我们 Tony 获胜。好，没关系，五战三胜啊，谁哪一队先赢了三次呢，你们就赢了啊。是，秦伟，秦伟哥，秦伟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蛮适合当一队的。不是，我想要赢他，我觉得我是胜不骄那种个性。秦伟哥，你还是麻烦把他处理走，处理走，处理走。思密拼了。计时开始。
会很难吗？23，不会不会，超好玩的。等等，你手上是有针还是什么的？哎，他直接就直接灌篮就破了。哇，20几秒而已，23秒。算是你今天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。好了，该你们，凯欣加油。凯欣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你是跑中豪杰，我好想绕跑哦。23秒啊，不会太难，但也不会太简单。开始。Let's go！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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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又是我们赢的，他39秒，在听那声子，这个会很累。Holy， 怎么样？赶快赶快，人工呼吸，快快快！不必，我为他唱一首歌，我为你唱一首歌，你就醒来了。快呼上去，快快快 ！Holy， 上了上了 ，Holy， 他刚离婚可以了。照了照了，我唱歌唱完就起来了。所以这一关呢，获胜呢，依旧是我们乔乔队。一次你们就输了。小鬼对上哪一位？余湘泉。两位加油！湘泉加油！大家加油 ！Let's go！ 湘泉加油！是我们今天最佳成绩是吧？对，湘泉，你爸爸于天很有面子。我们这边这么忙，为什么一直有一个鬼在那跑来跑去？我发现哦，我们发现镜头很明显，卡到硬的都管比较快。真的吗？我给他信息，因为我跟于天大哥哈多年的交情了，对，所以于天有跟我交代，今天要好好。关你屁事啊！多谢多谢老师你的那个。是，就偶尔要刷一下牙。是是是，辛苦了。真的吗？哎，好好加油。那你们同一队的，20秒的时间，看看小鬼，请准备。绝对可以吗，小鬼？还有几秒？20秒。小鬼加油！我只有给自己10秒的时间。加油加油！加油了，计时开始。快快快快快！几秒的时间？10秒。你要不要看看后面是几秒？10秒。哇！有没有看到啊？恭喜扳回一城，目前成绩2-1。加油！好，那么接着下来两位是哪两位？小龙女士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小龙，你拼了，好不好？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把你的魅力拿出来，不要有少女的矜持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讲话了。好，请准备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，加油！怎么从头到尾都在啊？不是，他是我的队友。不是，我们从那边访问完，他还一直跟他叫到这里，还爬上来。太辛苦了，太好累了。没有办法，我都跟于湘泉
了，讲话讲的是是是，就被他传染了。OK， 我跟你讲，17秒的时间哦，真的好棒，好不好？如果压力大了，你们没有办法低于17秒的话，那你们就输了，他们就赢了。所以7秒，加油！7秒，可以，加油！7秒，加油！加油！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！球别弄破球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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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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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获得50秒的成绩。我跟你讲，再帮我们装一个5颗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一定因为5颗的，我要找现场一位同学来处理一下。如果能够破今天最低分的话，17秒，我们有巨额的奖品要赠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来找一位，谦哥，谦哥。这位啊，他说他自己哦有自备安全帽，哦是吗？啊，哎呦，他有自备安全帽，哎呦，麦克，厉害厉害，麦克风借一下，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是哪里来的？我地球来的。I see, come from Malaysia, no, no, Malaysia, no. Sabulabala, 你是？你是哪里来的啦？哦，台北。台北人。不是不是，你是跟他们同学大家一起的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我大同大学的啊。大同大学的。大同大学。是是是，不错不错，好好加油啊。嗯好，去那边准备。17秒之内，我们送奖品给你，好吧？来，请准备 ，Let's go， 计时，计时开始。不错不错，等一下拿下去啊，跟同学分享一下。马上进入我们寸步难行哟。今天的第二关是寸步难行，本关卡在5战3胜制。游戏规则：两队必须各派选手冲过障碍，穿越关头，时间最少者该队取得1分。加油！上一关落后的演员队得赶紧加油喽。演员巧巧各派出一位，哎，来，是的，演员队的是凯西。各位大家要注意哦，你们在前进的时候，这边呢会有发球手会猫起来攻击啊，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哦。他们，我跟你讲哦，是敌对的嘛，所以他 K 球的感觉像这样。那七伟哥，你现在像这种感觉，站住，知道意思了哦。到底有什么仇要？好，注意，一。贝贝，谁先？凯西先。谁先？谁先？我先啊！你不要砸啦！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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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会不会不会！可以了啊！红队耶！请准备，一贝贝，计时，给我砸！开始 ，Let's go！ 凯西加油！整个这个工作，通力圈老师来。哎，你不要啰嗦，女性同胞来了。
宪哥，宪哥，帮忙，赶快检查一下凯欣的球有没有破。不要啰嗦。好了，不要再。看看球有没有撞坏啊？28，你看这个就叫运动精神，有没有？咪咪已经跑出来了，他说28，非常好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厉害，这不会穿帮哈，衣服啊，不会。不会，你穿帮的很美。好，恭喜28秒，好，下一位。小老师，小叶老师来了。老师，你在这边，你在哪边等我？我在这边等你加油。老师，你先等我。为什么？为了想要看到你而迫不及待冲过去。真的，看到我就冲过来。好，欢迎小龙女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人家已经过来，你们还这样丢人家，太过分了。这样子，小龙女是我的学生啊，请问你不可以这样子。来来来，前面在那里，前面怎么这么这么哇，17秒啊！恭喜17秒获胜。好，哎，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接着下来呢，这个目前来讲，哎，你代表是哪一队啊？他是汤尼犬这一队，他是乔队，乔队的大头鬼。好，乔队1-0，好，下一组。好，来欢迎小鬼一贝贝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快快快快快！要你要你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！各位，2秒，各位，他都没有丢，没有停啊！戴伟宪哥，你怎么没有丢他球？哎，又在跑了。八秒，因为我们来不及丢啊，八秒，他刚刚按的地方已经是8秒了，但是下次你们在过关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一点啊，怎么说？按了一下他就停，你又再多按一下，他又开始跑了。按太久的话也会。恭喜8秒钟。好，那下一位是谁？祥全。好，于祥全，请准备。于祥全死定。我想去小心。香香甜，香甜，你看看这边的朋友怎么对待你。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香甜，加油！所以这一关还是我们的演员队获胜，目前是1-1啊，目前是1-1的一个成绩了，好，加油了，好，5战3胜，下一组第一位是我们演员队的杰莹，计时开始，快过快过快过。行为，所以分惩罚加3秒。那你有没有看还在跑啊？还不赶快按？快按！哎，又偷按！你这个人啊，真是偷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严厉惩罚。对，20秒就算20秒。没有，他真的刚刚过来13秒了。真的吗？他不是，他因为摔出来。那你怎么手那么痒？手痛啊！不可以这样子。对，我们要靠。报告宪哥，他上一关受伤了，我们要连枪。你真的你自己看。你自己看，你哪里？受伤，你看啊，不是受伤算什么？我也受伤，我就不是人嘛。都是他们现在就不是人嘛，我这不也受伤？我这不也受伤？老师，你不是人很久了，好不好？托你，20秒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位，请准备，一贝贝，好，计时开始，恭喜恭喜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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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精神就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七秒等于是跟小鬼一样的成绩耶，怎么可能？抓到诀窍了，没错。好，厉害厉害。好，那么现在目前成绩，悄悄队2-1。好，下一组，我可不可以换小鬼啊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跟你过意不去，我代表中南部100多万的观众朋友，怎么样？你都不晓得尊师重道，真的。我说我刚才这边被砸到球了，你还说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是忍着哈，忍着痛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是男人，哪里砸到？这个地方被砸到是很严重的。好，请坐。我都想砸。莫名其妙。好，你先来噻，哪一位先来？老师建议还是着装好了。Tony， 好了噻，来来，球麻烦来来来，来来，弄坏了，快点，还可以换别的吗？有仇报仇，没仇练拳头，快快快，请准备，预备，计时开始，丢丢丢丢。我们一双蛙鞋，你可以把我们穿到变成这样。啊，合理呀！宪哥，这样要加几分？制作单位这样加几分？这样加封你3-2。要加几分？撞到老二啊，那就加0分了，加几分？好，13秒的成绩。好，下一位。要比吗？13秒哎，我不弄个100多秒，怎么可能？请准备，预备备。Go！ 要齐伟，要要要来 Go！ 要要齐伟哥加油！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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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分，要要要要三分，要要要要17秒。15秒，没关系了 ，Tony， 反正你13秒嘛，他15秒，你砸我子孙代干什么？你干嘛拆人家的祠堂？因为他是我容易砸的。好，所以目前来讲呢，分数就是3-1，巧巧队获胜。上一关是谁获胜？我是巧巧，是巧巧队。天哪，那你们只能靠最后一关了啊！马上一起来看看最后一关，一起来砸派。凤凰奖奖棍最后一关会给我补拍。本关卡的游戏规则是，两队各派一名选手同时穿越关筒后，先拿到派砸向敌队队友者即得一分。我的天哪，炎炎队已经连输两关了，到底最后能不能激起回追呢？ Go Go 加油！那么眼尖的朋友就知道，前面那两关只是暖身，只是小菜而已啦。真正一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啦，给我普派，预备，预备，公平竞争哦，预备，哎，等一等，两位可以同一个时间进来啊，预备，开始。秦伟为民除害，好可怕！加油！
路在那边，路在那边。好棒哦！那拜了，记得下回来参加这部哦，我的心态变慢了。好了，下一支队伍，这一支是我们秦伟获胜。好嘞，下一队，请准备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不了手，让我处理。哎哎，你那个胡真好像胡子。哎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好 ，OK， 恭喜我们的思密，哎，思密获胜。好了，目前曾经1-1啊，好好加油。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两位注意，因为两位是强棒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加料处理啊。Oh my god！ 哎，先说好不要打架好吗？对。第一届看串赛是给人多的，北京哦，太厉害，给人多串赛。哦，昨天不应该吃那么多麻辣锅。哎，那怎么白色？是奶油麻辣锅。祥全，不要对他客气啊！预备备，开始。宣誓了，各位，两位剪刀石头布，一人一半啦。剪刀石头布可以获得这一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好，小鬼1-0，一比零，加油，小泉加油。剪刀石头布，头布，头布，啊啊！请处理，2-0啊，好，2-0啊，就赢了。小鬼好棒。2-1，2-1，现在马上来看看决战一关。决战一关，演员队派出的是杰怡，我们派出的是可爱的小龙女，加油，加油 ，Let's go！来来，我帮你拿起来。对呀，你怎么把人家这样砸？成功！好了，恭喜2-2，现在进入我们最后的总决战。小鬼跟我们一位同学来，欢迎。男人的战争，小鬼你可以的。对。还没有没力了，真的没力了啦。同学为国争光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分。两位请准备啊。那么砸牌的时候千万不要。手软，否则人家就是会对你手硬，好吧？加油加油！预备 ，Let's go！ 小鬼队，小鬼队，小鬼队，小鬼队！加油！这位。终于被砸牌，前面前面，看镜头看镜头，前程高，哎，
能够转身我们看一下吗？这样比较帅。好好好，今天玩得非常开心啊，两支队伍大家的成绩都相当不错，非常好，但是呢奋战不懈的精神啊，让大家觉得非常可贵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，休息一下继续回他们了。你写的可笑，哎呀，你干嘛啦？这个用画的好不好？还假的，真是的，恶心的。好好加油了，再次谢谢他们，齐天大圣，欧塞雷。